我想如果有一些人他比如说他期待太高，他已经 BMI 大于30，然后又期待马上瘦到 BMI 小于18。所谓 BMI 就是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嘛，大家都会算嘛。如果你过度期待身体要减太多的人，那不可能，因为冷冻减脂我们把它定义在做叫做一个非侵入式的雕塑，可以把你的身形修饰得更美好。所以应该是说，好有局部肥胖或者说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身形的变化的人，他适合做冷冻减脂。那如果是比如说腹内脂肪很多的人，或是极度肥胖的人，那他应该先从减重开始，比如说去运动，或是吃一些合法的减肥药物。